往这儿看，认识这个啥不？这啥？狗牙呀？什么狗？虎牙，东北虎的牙。虎牙？嗯？虎牙这么大点儿？它就凿了一块下来，这真虎牙老大了，那扛脖子上脑瓜都抬不起来。牛牛，哪儿整的？ 跟大哥说实话，大哥是自己人。我爷爷是当兵的，枪法好。他那会儿在漠河往北，跟着苏联老大哥打游击，苦啊！走一天都见不着人。能见着的除了德国佬，那就是东北虎。你听听，他是打完东北虎。 就把这牙敲碎了当个纪念，打完德国佬呢，就把这金表戒指全给弄了。我爷觉悟高，值钱东西都酒，就留下这么块表当个念想。海哥，要不算了吧，我再自己想想办法。哎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这做人要讲诚信。 大哥看上了，干啥？不去，撒开！大哥，老英雄的遗物，要是兄弟家里没点变故，他何必拿出来卖啊？你看，大金表配上金链，配不？眼镜，包。 跑这给我扯犊子来了是吧？啊，这他妈是香港的走私货！大哥，你不能乱说话呀！这人讲话了，这走私犯法，我俩能干这种事儿吗？大哥，人讲话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数来签，不要也没事儿，干有事儿，我操！敢他妈骗我，弄死你！ 好商量，讲话了，做人不能太认真啊！给我打！快打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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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长能耐了，嗯？敢跟外面的小混混打群架？这次你们这是人多，把人吓跑了。下次呢？嗯？我问你们，要是真把你们……起来点儿。要真把你们这胳膊腿儿都给你们打坏了，还怎么当运动员啊？跟我这儿刚刚承诺，怎么说的？要当冠军。当什么冠军呀？嗯？散打冠军啊？叫你疼。疼？打架的时候怎么不嫌疼啊？忍着。都给我站住了啊！谁都不能掉下来，谁要是掉下来，操场上跑10公里去。低一点，
站住了啊！跑不完，谁都别想训练。还不得让人给揍趴下了，是不是？跟你说，这是你爷给你的，给你捡回来了，大大耳碎了。说啥你都信呗。这就是我跟小摊上买的，不值钱，不过也算有点用，替你挡了一罐，这见了血就算是开了光了。送你了，岁岁平安。没准啊，他以后就是你的幸运符，保佑你以后场场比赛能拿好成绩。行，那我就收着了。哎，看看师傅，哪儿呢？我墙上，墙上再墙上。哎，还有当然是王师傅的，冬运会铜牌。那你说呢？咱黑龙江队真是老不藏了啊！那怎么到你们这届这么不行啊？说啥你们呢？是咱们，你，我。哥，还有大伙儿，拿不了成绩，咱都得丢人。要是咱们也能早点捧回来一块牌子，多好啊！黑龙短道，金牌闪耀啊！龙江速滑，奖牌全拿！黑龙短道，金牌闪耀！龙江速滑，奖牌全拿！金牌闪耀，龙江速滑，奖牌全拿。短道速滑人，欢迎入队。